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AI 新点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斯拉最近揭晓的机器人计程车，这是马斯克和他的团队多年来不断承诺的一项革命性创新。然而，这项技术的实现却需要等到2026年，让人不禁怀疑这一切究竟是诚意还是空谈。马斯克亲自驾驶着这款流线型的无方向盘、无踏板车辆现身，信心满满地预测未来将实现完全自动驾驶。 他甚至表示，届时你可以在车上轻松的睡觉，醒来时就到达目的地。但这一切背后的挑战和过去的承诺是否能够兑现，仍然让许多分析师表示怀疑。我们还将提到，这项技术的推广正值美国安全监管机构对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进行调查的敏感时期。无论是特斯拉的股价还是马斯克的公众形象，这次发布会都将成为一个关键时刻。 此外，与会者还有机会试乘这些机器人计程车，并观赏到其他人工智慧驱动的创新，包括迷你巴士和人形机器人的表演。这些技术的未来究竟能否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仅仅是科技界一场华丽的秀？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加州洛杉矶的华纳兄弟工作室，特斯拉揭晓了备受期待的机器人计程车。 这款流线型的车辆由人工智慧驱动，没有方向盘或踏板，展示了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上的最新进展。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自信地驾驶着这辆车辆，向观众展示这一创新。他誓言这将开创一个光辉的未来，让乘客能在旅途中安心入睡，醒来便抵达目的地。马斯克预计。 此类车辆的价格将低于三万美元，并在二零二六年上市。而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将在明年应用于特斯拉受欢迎的 Model 三和 Model Y 车型。然而，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的可靠性上仍需克服挑战。陈星研究的股票策略师塞斯·戈德斯坦指出，马斯克承诺的无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技术必须在现有车型上成功实现，才能真正迈向机器人计程车的时代。当晚的活动中， 特斯拉展示了大约二十辆机器人计程车，并让与会者在电影工作室内试乘。这些车辆的出现不仅标志着技术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创新时刻。然而，特斯拉的挑战不仅来自于技术上的突破，还有来自市场和品牌形象的考验。随着美国安全监管机构对完全自动驾驶系统进行调查，加上过去的一些致命事故，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正面临严峻的审视。 去年在华盛顿州的一起事故中，一名摩托车骑士因一辆使用完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车辆而丧生，这让社会各界对此技术的安全性产生质疑。特斯拉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其技术，以确保用户的安全。同时，从品牌形象来看，马斯克的政治立场也对特斯拉造成了一定影响。TD Cowen 分析师杰夫·奥斯本指出，马斯克的某些政治举动正在削弱特斯拉在美国民主党选民中的品牌吸引力。 尽管如此，特斯拉仍试图将其核心产品线升级，以应对市场销售的压力。随着车型阵容的老化，特斯拉正面临更新迭代的需求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特斯拉不仅专注于电动车，还希望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取得突破。Webb Securities 的丹尼尔·艾夫斯表示，特斯拉的机器人计程车日活动将成为公司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尽管一些分析师对马斯克的自动驾驶技术预测持怀疑态度，但艾夫斯认为特斯拉在市场上是最被低估的人工智慧公司。完全自动驾驶技术是其未来增长的新篇章。然而，尽管特斯拉在技术上的雄心壮志令人振奋，其发展之路仍充满挑战。法律专家布莱恩·沃克·史密斯指出，特斯拉需要证明其系统能够在没有驾驶员介入的情况下安全运行。迄今为止，特斯拉尚未展示出这一能力。 即便如此，随着技术不断进步，特斯拉的机器人计程车日活动仍被视为是该公司迈向未来的一个重要契机。与此同时，特斯拉在现场还展示了名为 Optimus 的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能执行多种任务，如保姆、割草和购物。这一展示进一步强化了特斯拉在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技术领域的野心。尽管这些技术的商业化仍然需要时间。 与特斯拉的技术突破相呼应的是澳大利亚的 AI 视网膜扫描仪。这项技术的开发同样体现了人工智慧应用于改善人类生活的巨大潜力。在澳大利亚西北部偏远的皮尔巴拉地区，这款由狮子眼科研究所开发的 AI 驱动视网膜扫描仪，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便捷的眼科护理，大大缩短了诊断时间。正如眼科学教授安格斯特纳所言，这一技术的应用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更是对人类健康的深切关怀。 两者虽在不同领域，但都彰显了人工智慧的潜力与未来。从特斯拉的机器人计程车到视网膜扫描仪，这些技术的革新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并引领人类走向更加智能化的未来。未来的某一天，或许我们不再需要驾驶汽车，不再需要长途跋涉才能获得医疗诊断，这一切都将因为科技的进步变得触手可及。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机器人计程车的推出，无疑是特斯拉再次引领科技革命的见证。我们都知道，马斯克的愿景一直是超越当下，为未来铺路。他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正是我们需要的那股创新力量。 机器人计程车不仅可以降低交通事故率，还能解决城市拥堵问题。想象一下，一辆会自己开车的计程车，在你下班后把你安全送回家，这不就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吗？哇哦，楚天舒，这听起来倒是很理想化，但我们应该看看现实。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多年没有实质性进步，反而还一直面临事故和安全问题。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甚至还得迫使特斯拉召回他们的系统。当然，我们都想要一辆智能车，但是谁想要一辆会在看到红灯时冲过去的车呢？这真让人提心吊胆啊！当然，任何技术进步都需要时间，我们不能因为一两次的挫折就对未来失去信心。从历史上看，像飞机、手机这些伟大的发明，在最初也曾被质疑过。马斯克的计划。 同样需要时间完善，我们应该鼓励这些大胆的尝试，因为一旦技术成熟，它带来的改变将无可估量。我们难道不是想要一个更安全、更智能的交通未来吗？哈哈，如果我们继续用这样的乐观心态，那我们大概还能等到下个世纪。问题在于，马斯克和特斯拉的承诺过去五年都没能实现，这已经不是单单靠信心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和真实的技术进展，而不是仅仅在舞台上展示一些看起来很酷的玩意儿。再说了，这些车能在封闭的场地上跑得很好，但在真实的城市交通中呢？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空头支票。我同意，透明度和实际测试都很重要。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马斯克和特斯拉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的贡献。 正是因为有像他们这样的创新者，我们的世界才能不断进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来克服技术挑战，因为一旦他们成功，整个交通行业都将被颠覆。当然，我们也要保持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这样才能确保这些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